10点半，好不好？10点半在外面集合。那你要集合之前，你刚刚去上个厕所，不要集合以后你再来上厕所。10点半约到，10点半啊，非常好，10点半啊，楼上。来，往这边上楼，吴继平，他会跳舞。来，这边保安，我告诉他们，来上来。对。